你是在找肉？母亲，我带了新鲜猎物，你们真孝顺，女儿们。来，看看品质怎样。哎呀，哎呀，Ethan Winters， 你从那个蠢游戏里逃出来了，是吧？让我尝尝你有多特别。是的，母亲。 有点不新鲜了，那我们得赶紧吃了这个男的。母亲，是我抓到他的。好了好了，女儿们，我得先通知母神 Miranda。不过之后，每个人都有份。吊起来。 Thank you.
有阵子没切开男人，让我把你吊起来，切开你的颈动脉，就这么看着，你喜欢活着被炸醒，还是死在这儿？
没想到 Cassandra 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。你的泪呢？等等，别再玩小把戏。你上哪里去呢，小可爱？子弹对我没有。你这愚蠢的凡人！什么？我的身体要坏掉了！要我领你参观吗？
穆神Miranda，很遗憾地告诉您 ，Ethan Winters 从傻子海森伯格那里逃走了，因为他就在我的城堡里，而且我的女儿们对付不了他。要是我找到他，不，穆神Miranda，是的，我当然清楚仪式的重要性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 去你的仪式，一定会让那贱男人付出代价。 找到你了，这一切就为了个不在这里的小孩。你要做什么？不知好歹的渣子，偷偷溜进我家，你竟敢用你的脏手碰我的女儿们，现在居然还想偷我的东西！
狗胆包天！能休息尽管休息吧，我迟早会抓到你，然后彻底毁了你！来呀，还怕你吗？让你逃掉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别妄想见那个孩子。你会知道林迪梅特斯科家蒙羞的后果。人城堡，
久等了。你终于来见我了，我仁慈你。够了这些种子，卡森哲，来这里，马上！别玩了，我要那个人的人头，立刻去！好的，母亲。我还担心我的姐妹们先抓到你。
这样我应该能出去了。贱的凡人，你死定了！不管你怎么逃。给我停下！很高兴看到您平安，事情进展如何？没找到 Rose， 真是很遗憾，结果不尽人意。您出了城堡后会找到通往他的路。您要不要为接下来做点准备？软的，你岂不是有良心？看到我就死。
不得好死！看来能从这里出去了。 我们心存敬畏，同声祈祷恳请垂听。我们自无尽黑暗中召唤出命运之掌控。午夜之月战役，高升天穹之际。午夜之月战役，我们静候最后之光。余生于死，荣耀归于母神 Miranda。 喂，记得我吗？ 我差点死在那他妈的城堡里，能告诉我这里是怎么回事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差点死？
那是智者思考的问题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还是找不到 Rose。那疯婆子 Miranda 把她弄到哪里去了？来不及了，也许是差点来不及。那个孩子将成为祭品，一命换一命。神经病啊，已经不是中世纪了，他只是个婴儿。四大家族文章可指明你找寻的前路。你说话能别打哑谜吗？我只想找到我的孩子。之所以是哑谜，是因为你不知晓答案。等一下，那个很眼熟。嘿，喂，等等，等您很久了，我就知道您会出现在这里。都是白费力气。哦，是吗？我猜您已经找到些有用的东西了。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就是。为什么？您拿的正是令千金啊。说什么呢？请仔细看。那瓶子装的像是他的头部。不 ，Rose 是什么都别说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令千金还没有死，他的力量非常特别。谁？
谁会下这个毒手？他还有救，您知道吗？救他都这样子，什么疯话。在村子西边有一个红烟囱的房子，去找住在那里的男人，其他的等找到以后再说。别遮遮掩掩的，快讲重点。您不信我的话也行，但您有其他选择吗？您的选择，毕竟顾客的选择总是正确的。你骗我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哈哈哈哈哈。